下了啊！今天李江南前辈借寿宴，金盘洗手，是我江湖一大憾事啊！在下只是不想再过问江湖之事，只想归隐。从今以后，江湖中就再没有李江南这号人物了。希望大家今天能尽兴。群山呢？他怎么不来见我？来不来你都得死。先救月如要紧。还是来晚了。答应你爹娘的事，我一定会做到。你不必这样天天跟着我，难道怕我跑了不成？
你能跑哪儿去？离开黑龙潭，你还有地方可去吗？托你的晦气，害死我两个哥哥。黑龙潭的当家早晚是我，只要你乖乖的跟着我，我一定给你留一个重要的位置。真的，我警告你，特务三儿，你已经害死我两个哥哥，要是再害死我，怎么跟我爹娘交代？别忘了，是他们把你养大的。三儿，我不愿意的事，没有人可以逼我。出来，我是在帮你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三儿。天地会六本名册，雌雄商厦已经拿走了三本。我看，他们肯定会回来找月如和你我手里的三本。现在我们三个人在一起，他们应该会有所机会的。我们三个在一起才是最危险的。他们一旦得逞，凑够了这六本名册，整个天地会全完。你们放心，我的名册不在身上。南叔，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不放在身上呢？我已经将名册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。韩冰斩唐欧被杀之，那可是周青山下帖约的。我只怕这是和当年李家血案脱不了干系。师傅的意思，12年前咱们全家被周青山所杀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他们的下落，你还这么冷静。虽然我爹是你继父，可当年李家被灭门的时候你娘也在，你就不想为你娘报仇？我当然想给我娘报仇啊。虽然你不是我爹亲生的，可当年你娘带着你嫁给我爹那天，我就把你当成了我的亲兄弟。我娘过去的仇我一刻都没忘过。那就跟我一块儿去。等等，以咱俩的本事打过他吗？打不过无非是一死，你怕什么？咱俩的命不要紧，要是万一他们拿咱俩要挟师父怎么办？大仇未报我不能死，再说还有我妹妹至今下落不明。滚娘，是我没照顾好如是。算了，别提这事儿了，咱们先找广义商量一下。救了月如以后就没再见着她。名册在你这儿，一定要保护好。放心吧，既然选择了加入天地会对抗朝廷，就没想好好的。告辞。告辞。
What are you doing? I pay you to make them shut up. 这些孩子们就在家，见了爹，见了妈妈，哪有不回答我什么办法 ？You just need lessons and a show you, man. Come here. You need to get a decent job. Put her back. Wait.家住哪儿啊？里面。哦，在那里面啊。我们送他吧。这花叫鸢尾花，蓝色最为常见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有一个义妹，也十分喜欢这种花。只可惜，她父亲寿宴那日，全家遭人灭门，我那个义妹也被掳走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不就是一朵花吗？你也喜欢这个花？看在你跟我一起救小孩的份上，我且饶了你。若你再跟着，我对你不客气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咱俩从小一块长大，你浑身上上下下有哪儿我没看过？你若真敢偷看我，我一刀杀了你。怕什么？早晚是我的人。胜过我！
今天就要你。三儿，来真的，行啊，杀了我呀！这三儿，你说过，整齐的六本名册，我一定要离开黑龙潭。离开黑龙潭，你能去哪儿？过去的事儿，既然想不起来，干嘛不干脆把它忘了？我不会让你离开黑龙潭的，三儿。从我进你家门，就只有你对我好，一定要找到你。广一呢？师傅在找他。他走了。走？他去哪儿了？他说要去浪迹江湖。他这性子，什么时候能改一改？对了，师傅决定主动追查雌雄双煞的下落。怎么查？设个局。现在在哪儿？别跟他废话，先把他拿下再说。我来为我娘报仇的，就凭你们。
是什么人。哼，一看他们使用暗器的手法，就知道是飞龙探手的手下。力道不匀，重心不稳，动作这么慢，是等人杀你吗？你的武功比上次见面时进步了不少，你的悟性很高，只可惜你是个女流之辈，力道上永远弱于男人。不要再找天地会的麻烦，你的养父母会害死你。我的命运我自己做主。尽快离开这儿，飞龙探手的人会很快找到你。你若真想帮我，就让我知道你是谁。真是匹好马啊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哎，是你啊，咱俩还挺有缘。你想干嘛？我只是想擦掉你脸上的眼泪。胡说，我怎么会哭？不许笑。无论你今天多么冷艳，我始终相信昨夜那个怕打雷的小女孩才是真正的你。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把她带来了。这花本不该生长在这里啊，你强行把她带过来，她会死的。没有人一出生就要注定走什么样的路，人和这花一样，没有选择出生的权利，但可以选择坚强地活下去。你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想必你幼年的时候一定没有遇到一个真诚待你的人。我只想告诉你，不是所有人都是坏人。至少你认识我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害过你吗？现在不会，以后也不会。像我这样的人注定一生下来就没有未来了。你当然会有未来，一定会有的，但是要看你选择走什么样的路，做什么样的人。哎，咱俩一起结伴走吧。你不要再跟着我了，你再跟着我我就杀了你。又是你。
我说过，你甩不掉我的。你杀人手段决绝，却屡次为救小女孩不顾自己性命。你冷艳孤傲，却害怕打雷。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。到底哪一面才是真的你？我警告过你，不要再跟着我了。吃吧。我不吃，也不会接受你的好意。你今天不接受，你也接受了。要不是我，你早死了。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救我？我本来就狭隘心肠啊。我救我的人多了，你又不是第一个。我师父说了，所谓的侠义，不过就是假仁假义罢了。真的也好，假的也罢，反正你活着，再也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好的了吧？来，吃吧。凡是对我好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你越这么说，我越好奇。我倒是要看看，我最后是个什么样的下场。你武功这么高，居然害怕打雷？你是从小就怕呢，还是以前受过什么伤啊？我一直都做同一个梦，那夜电闪雷鸣，我身边都是死人。死的都是你的家人吗？不记得了。连你自己的名字也不记得了？我养父母和师父叫我四儿。四儿？四儿算个什么名字？闯荡江湖得有个响当当的名号。我给你想一个。你喜欢穿一身蓝衣，又极其看重那只凤凰。叫你蓝凤凰吧。蓝凤凰啊。看起来还不错。你不识字呢？哎，蓝凤凰，这个很配你。给。蓝凤凰。
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不要再跟着我了。几次让你成功逃脱，你以为你本事大？要不是我看得起你，叫手下留情，你以为你跑得掉？可惜啊，你是给脸不要脸，今天非取你项上人头，祭奠我二当家的在天之灵。你拿得去再说，给我拿下。你怎么又来？我不跟着你，谁来救我？不需要你救，保得住你自己再说吧。别追了！大哥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我倒不是怕那臭丫头，我是担心那傻小子来路不明。他们不像苗家山寨的人，那小子中了我的毒镖，怕是活不长了，除非那臭丫头愿意牺牲自己救他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养父母家祖传的灵药，虽然不能解掉你身上的毒，但是还能再让你多活个两三日。我要知道镖上有毒，我就不替你挡了。谁让你这么蠢？我需要你救吗？我都这样了，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点？我没想拿我的命换你的命。我不要欠你的情，我还不起。
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有一个义妹，她从小也喜欢鸢尾花，她爹把她所有的首饰都打成了鸢尾花的样子。这是她留下来的唯一的遗物。既然你也喜欢鸢尾花，我就把它送给你。我帮你戴上。飞龙探手报仇，我是来帮你的。我不用你帮忙。偏不听你的，住手！地盘都敢闯，把解药给我。你凭什么拿解药？不凭什么，打得过你我就拿解药，打不过你你就杀了我。我要是想要你的命，你早死了一百回了。上次就是因为他，你假意跟我成亲，还没入洞房就杀了我的二当家。我蓝凤凰从来没有骗过别人，成亲是他爹娘答应你的，我没有答应过你。我是他爹娘养大的，他的两个兄长又因我而死，我欠他爹娘两条命，我愿意为他一命换一命，但这次我是为我自己。好，我就喜欢这烈性子啊！
今天我就放你一马。解药拿来。没那么容易。不用你放我一马。拿了解药，我救人以后回来受死。这么标致一丫头，我怎么舍得要你的命？不过只要答应我个条件，立马给你解药。说。我要天地会蓝从剑的人头和他手上的名字。好，我答应。爽快，给他解药。三日之内，带着蓝从剑的人头和名册来取余下解药。大哥，就这么让他走了？我信这丫头，她说的话，你一定办到。站！你什么时候变成蓝凤凰的？昨天夜里。拿着解药是要去救谁？去救那个把我变成蓝凤凰的人。你怎么能这样？你说过你不愿意做的事情，没人强迫得了你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要是用强的话，你早就是我的人了。你怎么能随随便便跟了别人？用强你打得过我吗？凭你一己之力能在江湖上立足吗？木哥，刚才那一巴掌是看在你帮我的份上。哎，三儿，你说过你欠我爹娘两条人命，你现在只还了一次，不能就这么走了。我的命你要我现在就给你，我的人和我的心只能属于他一个人。哎，我不让你走。三儿，你不让我去救他，他会死的。他死了，我也绝不独活。他是谁？我现在就去杀了他。先杀了我。你，明知道我不会这么做。木哥，和你在一起，我只能是见不得光的色。可我要做蓝凤凰。做凤凰，我不拦着你。可你想过没有，他们能把你变成你想做的人吗？他能。你连他叫什么你都不知道？我不需要知道他叫什么，他也从没问过我的过去。我只要认得从今往后他是谁就够了。红剑，管英，管英，师兄师弟，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管英，自你出走以后，我们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。路上遇到你的马，他把我带到河边，才在船上找到你。啊，师父说你中了剧毒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嗨，我就中了飞龙探手的毒镖。飞龙探手？你怎么会惹上他们呢？还有你刚才不停地喊凤凰凤凰是谁呀？对了师弟，你找到我之前看到其他人了吗？船上没有啊，就你一个人。
蓝师傅已经对外发放消息，说名册就在这儿。估计今晚，雌雄双煞就会来抢名册。好，今晚擒住雌雄双煞，明天我便带人去找飞龙探手拿解药。年轻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一个人独闯天地会分舵！哼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取走两件东西，你的人头还有名册。你们之前能够偷袭得手，实属侥幸，这一次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是我从小到大的习惯，怎么可能说不帮就不帮？标中了他的计，没时间了，快撤了他。怎么会跟这种人勾结在一起？三儿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找他。你疯了？难道你看不出来他是咱们的敌人？不知道他是什么敌人，我只知道他一心护着我。三儿，你醒醒吧，他不会把你变成凤凰的。不用你管。要么你就杀了我，想要把我留在你身边绝无可能。
我不会杀了你，也不会让你变成凤凰。从你被我爹娘从河里救起的那天起，你的翅膀就折了。没了翅膀，怎么飞上枝头变凤凰？你杀了我吧，反正没有解药，他也会死。他死，我绝不独活。咱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冷酷无情的人，想不到你还有如此多情的一面。师父和我爹娘已经把黑龙潭当家的位置交给了我，从今天起，你的一切都要听我的安排。不可能，从我变成蓝凤凰那一天开始，我的命就是他的，谁也阻止不了。你忘了你答应过师父跟我爹娘什么了？答应你们的事我一定做到，已经拿到了三本名册，等剩下的三本找齐了，我和你们再无瓜葛。你的那个他要是知道你过去的所作所为，还能把你当成心头的凤凰吗？很能。你就这么信任他？信。好，从小到大，只要你想做的事情，我一定会成全你。我放你走。喝了这杯酒，十日之内你内力尽失，十日之后你的那个情郎如果肯跟你一起来见我，亲口告诉我要你做他心头的凤凰，我便给你们解药，放你们走。从此你我便是路人。不行，我要是没了武功，我怎么拿剩下的解药去救他？你放心，既然我想成全你，自然会帮你把剩下的解药搞到手。我会派人把解药交给他，并且告诉他你的下落。十日之内，如果他肯去废墟找你，我就放你们走。这也是师父他老人家的意思。哎，怎么，他还没吃饭？没有。遇上这样的事儿，让他自己冷静冷静吧。要不，你去劝劝。这种事儿，我又没遇见过，我怎么劝？你懂，你来。你咋不懂？师傅不是还给你定了亲了吗？哎，你也老大不小了。周青山托我来会会这些黑户。他当年投靠朝廷，背叛义军，既然坏事做了，还怕见我吗？中计了，中计了！站！爹！爹！
谁杀了师父？是女魔头。果然来了。这是剩下的解药，你快吃了它，我们走。你快吃了它。你跟我走，我会跟你解释的。告诉我，你拿什么换了解药？飞龙探手说要用蓝虫剑的首级和名册来换。那你知道蓝虫剑是谁吗？不过是天地会的走狗。那我叫什么你知道吗？不需要知道你叫什么，我只要知道我心里有你。我今天就告诉你，我叫蓝果毅。蓝楚剑，他是我爹啊。这是剩下的解药，拿去救人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杀我爹？还给我！你不信我？广义，不要相信他，忘了他是怎么骗你去树林的。我亲眼看着你杀的蓝师傅，你还要狡辩吗？我没有，我从来就没有骗过你。为什么你不相信我？这一切都是你早就预谋好的。蓝光一，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即便我知道蓝成剑是你爹，为了给你拿解药，我一样会杀了他。你这个女魔头！走啊！
愿你要杀我，我成全你。广义，你下不了手，我来。要不是你心软，咱们早就替师父报仇了。想死你拦不住我，是你想死我拦不住你，可是你为一个这样一点就不信任你的人去死，你知道吗？从我被养父母救起，我就忘记了过去的事，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也没有一个名字，是蓝广仪让我想去做一个人，没有他就没有我，如今他要我死，我成全他。终于肯以真面目对我了。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十年前你突然间出现在我养父母家里，偷偷教我武功。虽然我没有见过你的真面目，但是我记得你的声音和身形。我已治好了你的伤，你已经没有性命之忧。这样的我活着跟死了有区别吗？是，你要死我拦不住，可是你就不想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我以为我会是蓝凤凰，可那是我想的太好。我能告诉你你是谁？你认得我？我当然认得你。你如果想知道你自己是谁，就不要死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会告诉你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蓝广义知道你这个藏身之处，你早点离开这儿，免得他找到你。他要杀就杀吧。你好自为之，只是不要再回黑龙潭。为什么杀我爹啊？
他一直都是这样。广义还是认为是他自己害死师傅的。只有抓到蓝凤凰，他的心结才能解开。现在每一次跟朝廷这么打斗，他都拼得这么凶，我担心还没看到蓝凤凰，他就死了。送完这次命函，我跟舵主说，让他离开。不可能，现在雌雄双煞正在找机会刺杀你，别说离开天地会了，哪怕就是离开你，他都不会离开的。哼，我正等着他呢。你再不快些，我们就不等你了。你走你的，我追上便是。为什么救他？我当初就告诉过你，不要回去黑龙潭，你就是不听我的话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凭什么？因为我是你的父亲。爹！哈哈，李江南，你终于肯出现了。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以为是我杀了你们全家，其实真正的主谋就是他李江南自己。这个江湖人称君子的小人是他骗了我。事发后，为了私吞当年义军宝藏，隐匿起来，就连他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不肯相认。你们今天才算真真正正认识了自己的父亲了吧？爹，你告诉我，他说的不是真的。他说的一点都不错。广胜，我跟你爹落霞是唯一知道宝藏下落，我们俩各自收藏了半边地图，可落霞背叛兄弟，想私吞宝藏，所以才被杀了。我娶你娘就是为了探听宝藏的下落，可他临死都不肯告诉我。十四年来，我隐匿在你们兄妹身边，就是为了等待机会，寻找宝藏的下落。李江南，你这个伪君子，为点钱财杀我爹娘，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你都不认。今天要为我爹娘报仇，今天你们一个都走不了。孟哥，你是这三儿，把他给我带回来。标船输给我，骗我去树林，你干嘛不把我一起杀了？
爹不是我杀的，我也没有骗过。我现在后悔，当初为什么没有一起把你杀了。我替你杀了他。啊算是给我爹报仇了吗？好歹我吃了你家2年的米，杀了他，咱们两个两清了。那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怎么算？你别忘了，你姓李，我姓洛，我叫洛川。为什么还护着他？只有我才可以杀他。他不配！明知道我的计划漏洞百出，可依然认定你就是凶手，因为他从来就不信任他，他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。我知道你是雌雄双煞的那一刻起，就不再信任你了。忘了，四儿根本就不认识字，那么怎么约你去树林相见？叫你蓝凤凰吗？看起来还不错。你不识字吗？骗你去树林，是因为只有你认得出，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蓝凤凰？这么做都是为了你，我是要让你看清楚，他不会真心对你的。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。他不该活，你更该死。
去死。去的一年里，我没日没夜的想你，想起我们的好，想起我们的快，想起我跟你说的话。可每当我想起你杀我父亲的时候，我就恨不得杀了你。如果你能原谅我，拿起你手里的刀，像我刺向你那样刺向我。我今天才知道，我真的错怪你，我真的应该相信你。蓝凤凰已经死了，这个世上再也没有蓝凤凰。再也不跟你分开了。